陌生村的道上有消息，火车车皮后头那门康仓开了，掉的一地的包裹呀，这货挺粗。哎呦，今天我们来个寻宝啊，听说有人捡到手机的，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有点晚。你看看这撒了一铁轨的包裹呀，也没人来管，这火车要开过来都得撞着点啥。针头啊，这是你看上头，就是这上头贫民窟他们就住在这儿，好多东西他们都拿走了，这哮喘的呀。Oh my god, that's a big brand new box。 这边有墨盒，哎，这这么多，哇，39一个，哎，财了发财了，全是墨盒，哎，成笔了，哥，都是没拆的，44块钱一个，是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么发，咱俩这行为是好还是不好？哎呦我这一箱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是 K D S，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没，哇，这啥玩意儿？氧气罐，消防栓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看着挺吓人呐！我，哎呦，哎 ，Can become a missile，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炸弹。那这可别放这儿，这个在车窗上就炸了。再给它挪一边，这个放在轮胎里。行行行，咱给他干这么多活，拿点东西不过分吗？不过分吗？对啊，拯救了他们的事故啊！咱不贪，咱一人拿三箱，好不好？行，咱不贪，走。弟兄们，今天收获颇丰，这四个小的就302美金吧，看那大的，这一盒的40美金，是吗？所有这些啊，1622.24美金。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13,305.44。哎呀，我忽然感觉这是属于不义之财啊！捐赠众筹啊，总感觉啊，如果用这种方式获利，心里啊不踏实。我把潜在的利润5303.84捐给了从国内帮小朋友买书的公益项目。